你知道吗？在过去150年里，世界人口已从10亿增长到70亿。只有依靠现代农业科技，才能为如此庞大的人口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。你知道吗？作业仅一小时，一台现代收获机收获的马铃薯即可榨20万份薯条。收获的甜菜可加工25000包糖。收获的胡萝卜可榨出11万升胡萝卜汁。成立150年来，格力墨一直立足于为农业领域服务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格力墨的发展历史，开启现代农业科技制造之旅。1861年，格力墨诞生于达莫的一个家族锻造车间。1936年，生产了第一台马铃薯收获机。1956年，第一台牵引式马铃薯收获机出厂。1966年，格力墨成为单行马铃薯收获机的市场领先者。1969年，第一台自走式马铃薯收获机研制成功。1982年，格力墨成为双行马铃薯收获机的市场领先者。1999年，开始研发马铃薯种植、植保中耕及仓储出入库技术及设备。2003年，引进甜菜收获技术及设备。2012年，拓展甜菜设备业务，开始为沼气工程提供甜菜加工和装运技术。同年，格力墨引进了多种蔬菜收获技术，丰富了蔬菜收获设备产品线。目前，格力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马铃薯、甜菜以及蔬菜收获技术及设备供应商。产品研发之初，我们与客户一同探索，形成切合实际需求的产品方案，并且为适应不同地区用户的需要，不断改进和创新设计。改进建议将直接反馈到技术部门，在现代 3D 技术的帮助下完成新的产品设计。紧接着，新设计将被引入生产。高效的垂直生产线使我们机器生产和原装零配件供应极其灵活。
现在这些机器即将踏上旅途，走入全球120多个国家。目前格力墨重要的出口市场包括英国、法国、俄国、波兰、丹麦、荷兰、中国、土耳其、比利时、爱尔兰。在印度，我们成立了自己的销售和服务子公司。2003年，格力墨将美国斯巴德尼克公司纳入集团旗下。斯巴德尼克目前拥有260名员工，主要面向北美市场，提供创新的马铃薯和甜菜技术和设备。2012年，丹麦的 Azalift 公司也成为格力墨集团的一员，目前有80名员工在 Azalift 工作，为客户生产胡萝卜、洋葱、大葱和圆白菜收获机定制机型。格力墨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专业的售后服务，24小时全天候的售后服务机制是我们服务理念的核心。一流的售后服务来源于一流的售后服务培训，培训不仅包含理论，也有地头实践。现代化的物流系统保障了原装零配件的迅速供应。格力墨会定期举办内部产品展示会，并参加国际性展销会。在这些展会上，全球用户可以看到格力墨丰富的产品线，许多新推出的机型也将在展会上首次展示。2000名员工的辛勤工作和成长是格力墨成功的基石，因此格力墨非常重视对员工工作技能的培养。目前格力墨有超过120名实习生和在校生在14种不同的行政和工作岗位上工作学习。格力墨的工作环境是国际化的，来自全球25个国家的员工组成了格力墨的员工大家庭。公司文化的重要一环即是保持不同社会文化间的密切交流，相互尊重文化差异。通过参加频繁的工作会议，每位员工都可以了解到公司当前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经营策略。立足现在，着眼于未来，格力墨家族和品牌将薪火相传，秉承悠久的公司文化，继续带动经济发展，并引领科技创新。理念引领成就，我们的目标是赢在未来。